鬼啊？是啊，真的，没有鬼啊。现在什么时代了，你还瞪着眼说有鬼？我不信。啊，哎，听说真的有哎，那个房子就只剩下一个老佣人了。啊，没有。我一定要在那地方盖房子，你们赶快去给我查清楚，找到那个老佣人。啊、是。走走走。胡说八道。干嘛？就这家。哎，上去。有人在吗？哎，有人在吗？哎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你们找谁呀？啊，我们是找一位以前在陈家做事的阿娇。我就是啊。哦，我们是大发建筑公司派来的，我们想买陈家这房子。你们也想买陈家的房子啊？阿婆，那在我们之前也有人来买过房子？有好几个。等我把陈家的事告诉他们以后啊，他们就不敢买了。阿婆，哎，那你能不能把陈家的事儿跟我们说一说？那是光复以前的事。嗯，我在陈家帮佣。陈家的老爷娶了两个太太，这件事大太太一直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。北星，不是我逼你，我是为孩子着想。孩子眼看就要上小学了，他是你的骨肉，你要的就是这么个儿子，不能让他跟着我姓廖吧？我知道，碧娥，你放心，我会慢慢替你想办法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不能够说说就算了，你不把我母子接回家里去住，不给我名分，我马上就把孩子带走，让你找不到。孩子你不要，我要。哎呀，碧娥，你。爸爸，这边有一个神社呀，小心点、啊、孩子，爸爸马上就要接你回家去住了啊。我们现在不是就住在自己家里吗？碧娥，你不懂，不要乱说。碧娥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把你们都接回去。醉了，你一直瞒着我。彩霞，我是没办法的，以前你叫我怎么敢向你说呢？哼，现在你就敢了？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？你怎么能对我这样？魏星，你不可以对我这样。彩霞，千不对万不对，都是我不对，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无论如何请你答应了吧。啊，不，我不能答应。彩霞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我要的是儿子哦。我又不是没有给你生。可是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，只有儿子是自己的。两个女儿都听话，知道孝顺，不是比什么都好吗？不错，可是我要传宗接代。哎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用不着搬出什么大道理来做挡箭牌。你自己摸摸良心，这么多年，谁跟着你受苦？现在你发达了，你有钱了，
你就在外边养女人。哎呀，你越扯越远了。你要弄清楚，我不是搞什么小公馆，我是要儿子，要儿子，要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。好，你要儿子，我不能帮你生，我只有认了。你就把孩子接回来，那个女人我不许她进陈家的大门。彩霞，我怎么能忍心把她丢在陈家的大门外头不管呢？啊，你可真有良心，你不忍心丢下她不管，你就忍心对你的妻女这样？彩霞，我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彩霞，一个女人要宽宏大量，要有容忍的气度，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你就点点头，我会一辈子感激你。孩子是你的骨肉，我可以要，那个女人我绝不答应，我绝不让她进陈家的大门。好话我跟你说尽了，征求你的同意是给你面子，你自己肚皮不争气就得忍让，你不答应你也得答应，我明天一定把他们母子接回家来，看你能怎么样。哼。阿娇，阿娇，他又到哪儿去了？这么大的一栋房子，怎么一个人也看不见呢？啊，阿娇，阿娇，哎，见见二太太。二太太。阿娇，把箱子提上去。啊。大姐呢？她有点不舒服，在楼上，别管她了。我刚进门，大姐就不舒服。别是让我给克着了吧。哎，别开玩笑，他怎么会呢？说真的，头一天进门就见不着大姐，我心里会不舒服的。算了，维新，我不傻，我清楚我们母子不受人欢迎，这是一定的，你放心，为孩子我能忍也能受。碧娥，谢谢你，不过你也放心，我不会委屈你的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维新，这么大一栋房子，你打算把我们母子搁在哪儿呢？哎，我们上去啊。二太太，这些行李放在哪儿了？就放在那儿吧。好，碧娥，你看这间行吗？行，怎么不行呢？这儿能容得下我母子，我就满足了。我要洗个澡，去替我烧点水。是，妈，我不要住在这里，我要回家。傻孩子，这儿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为什么不住这儿呢？我不要，这里没有人喜欢我，也没有人跟我玩。傻孩子，你放心，你爸爸会找人跟你玩的。哎，傻孩子，有爸爸跟妈喜欢你。走走走，爸爸带你到房里去啊，爸还给你买玩具哦。啊，至少你还有我跟妹妹，你们两个之中要有一个是男孩子就好了。为什么你们不是男孩子？为什么？妈，这不公平。妈也知道这不公平，可是你们两个之中为什么没有一个是男孩子，害妈受这种苦？孩子，
季芝，你喜不喜欢这个家？我要回家。傻孩子，这儿才是你的家，将来这儿的一切啊都是你的啊。爸爸，你不要离开我喽。哎，不会的，爸爸不会离开你的啊。爸爸，你陪我来玩。哎，好啊。来，走。太太呢？太太不想吃。干嘛呢？不要发脾气嘛。阿娇，把那个盘子递给我。啊。这是干什么？给大姐送去啊。叫阿娇送去。给我个机会嘛。我就是跟你先生住在外面的陈太太，你来干什么？好大的架子，饭菜送到你面前来，吃吧。我不吃，你给我端走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啊？我给他送饭来，你看。啊，这彩霞，你太过分了。碧娥，咱们走。太太，遇到这种事没有办法，多忍耐一点。吃，不管他，不吃就让他饿死。大姐心情不好，也难怪，你就别生气了。生气吃饭会把胃吃坏的。孩子都饿了半天了，快吃吧。嗯，阿娇，阿娇，哎，来了来了，阿娇。你菜里放盐没有？放得少，太太的口味轻，所以现在是我吃饭，我口味重，以后多放点盐。是。你不错，是我。我又来了。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你凭什么赶我出去？你是陈维新的太太，我也是陈维新的太太，这个家我有一半的权利。就算你是陈维新的太太，就算这个家你有一半的权利，可是这间卧房是我的。哼，不见得。我就是特地来告诉你，我现在住的那个房间不舒服，我要你把这间让给我住。你要我把我住的房间让给你？你凭什么？就凭我给陈家生了个儿子。你简直太岂有此理了。是违心他也不敢让我从这个房间搬出去，是吗？我要是没这个把握，我也不会来找你。不信，明天我们当面问问他。维新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碧娥，你为什么非要那间房呢？我为的是孩子，我一定要换一间，换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。那么。你就另外换一间别的房间不就好了吗？不行，我非要那个房间不可吗？你要是不给我，就带着孩子回到以前住的地方去住。哎呀，你真是你看着办吧。你也真是，你就不能让让他？
我让，我让，我什么都让，我让到底。伟新，你快来吃啊！我不，你们先吃。阿娇，啊，把饭送到楼上去给太太吃。是。太太，我给你送饭来了，太太。人可是很死的哦。啊，两位，法医刚才已经来过了，这是点小意思。董事长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要节哀啊。啊，董事长，是不是要把两位小姐接回来？你派人去一趟吧。啊，我自己去。吴秘书，董事长有什么吩咐吗？后事你就帮着料理一下吧。是。美珍，美珍，爸爸，你告诉我，妈是怎么死的？妈是怎么死的？慧珍，你不要问。妈，妈，妈，不，我一定要知道，我一定要弄清楚妈是怎么死的。我是妈的女儿，连妈是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，这算是什么？慧珍，慧珍。爸爸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为什么不敢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呢？难道说妈是让人害死的？妈，妈是让人害死的，对不对？你胡说呢！妹妹，妹妹，你冷静点，不要太冲动。爸爸，爸爸，妹妹年纪太小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生气。慧珍，你不要叫我，你不配叫我。你怎么了？都是你，都是你坏女人害死了我妈，我来找你算账。慧珍，慧珍，你，慧珍，你，你说，是你害死我妈的？救命啊！住手！救命啊！慧珍，慧珍，你疯了你！我疯了，我是疯了，我妈让人给害死，我不能不信口喷人。慧珍，慧珍，你不要胡说。没有人害死你吗？爸爸，
你还护着他？要不是因为他到我们陈家来，要不是因为他欺负妈，妈不会死。慧珍，是你妈自己愿意死，她自己要死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爸，说这种话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打我，我知道，我们都是你的眼中钉，我们在家是多余。好，我走，我离开这里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得远远的。妹妹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姐姐。我待不下去，我再也待不下去，我不要回来了。不，妹妹，你等一下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不要赶他走，妹妹年纪还小，你不要赶他走。不，他太过分了。妹妹，妹妹，慧珍。岂有此理！我变成杀人犯，二小姐，你要上哪儿去吗？不让你管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老跟着我干嘛？我不是要跟着你啊，我只是要劝劝你。家总是家嘛。你少管我闲事，这不是我的家，我要永远离开这里。我并不是要让你回去啊，我只想陪你出去走走。不必。哎，二小姐。太太，吃饭吧。不要，我不要吃。哎，碧娥，难受归难受，饭总是要吃的。我不想吃嘛。碧娥，他总是小孩子嘛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我已经责备过他了，快吃饭吧。快吃吧。我吃不下，不要吗？哎，你谁在弹琴啊？家里只有大小姐会弹琴。真妙啊，你两个女儿，一个要杀人，一个这时候弹琴。不要弹了，我叫你不要弹了，听见了没有？你妈刚死，你还有心情弹琴呢？一个人非要哭非要喊才算是悲痛吗？站住！姐姐，你喜不喜欢我？芝芝，姐姐，我跟你玩好不好？吉芝，嗯，吉芝，别让人考验了，快过来。哦。怎么，书都不念，不上学了？我还在找事情做，我要自己养活自己，这个家我绝不回去。嗯，董事长的做法我不赞成，你的做法我赞成。哦，想不到这个时候我还会有你这个好朋友。哎，二小姐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做个好朋友吧。
妈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弹琴吵死人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有人在三更半夜弹琴。
你活着的时候我都不怕你，你死了我还会怕你吗？我要毁了你的灵堂！我就不想让你这场有鬼！我就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经理交代我们一定要买那块地呀！啊，是啊，就我们经理一定要那块地，怎么办？怎么？你们一定要买那栋房子的地啊！是啊，啊不不不是我们，是我们经理要买啊！好吧，你们买吧。啊，以后发生任何事情，可不能怪我没告诉你们。啊！哎呦！不行不行啊！经理交代一定要那块地啊！那陈家他们现在还有什么人吗？陈家大小姐下落不明。哦，不过她有一位同学赵小姐，也许她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回去报告经理。好，再见啊。啊，这边啊，这年头有什么鬼？盖房子盖了这么多了，有时候公寮就在坟墓旁边。要是有鬼的话，我早就给鬼抓走了。好，你有种，有种的话，你到鬼屋住一晚上。哎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哎呀，别说大话，别吹牛啊！说大话，吹牛，笑话。不服气，咱们赌点什么？哼，小子，有种的话，今天晚上上鬼屋待上一夜。要是你明天还能出来，一天的吃喝玩乐全算我的。好啊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嗯，天一黑我就去。
鬼朋友，来吧，是女鬼的话就来陪我喝酒，是男鬼的话就来陪我下棋。哎，嗨，哪来的鬼啊？看样子我只好今天晚上自己陪自己喝酒，自己陪自己下棋呀。当头炮，嘿嘿，上马，马这样走，我的炮刚好吃你，嘿嘿。哎，吃了。嗯，谢谢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还说胆子大，给我吓到了吧？你又用那套来吓我啊？嘿，呸呸呸！得逍遥且逍遥，喝了酒了没烦恼。小子比我道行还高啊，这又没有什么风，蜡烛怎么会晃啊晃的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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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哥，不要吓我了！老哥，不要吓我了！老哥，你哪弄件白衣服穿上了啊？我是只小小鸟，飞就飞，叫就叫，自由小啊！小鸟鸟飞又飞，叫就叫，自由小。啊！不见了！妈！小芳，这里是真的有鬼啊！你看的是假鬼，我看的是真鬼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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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赵女士，我们找到您呢，还真不容易。关于陈家的事啊，阿娇说的只是开始呢。是啊，阿婆说她不敢再说下去了。阿娇都告诉你们些什么了？阿婆只说陈家第一次闹鬼啊。哎，哦，那就难怪她不敢说下去了。当初慧琴告诉我的时候啊，我吓得躲在被窝里面直发抖啊，我半夜都不敢起床。哎，赵女士，我们要找您呢，是想要您告诉我们陈家大小姐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你们听了我的故事以后还要买这栋房子的话，我自然会把慧琴小姐住的地方告诉你们的。赵女士，我们愿意付你介绍费。嗯，这种房子啊不敢介绍，这种钱我也不敢要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再讲点陈家的事。哎呦，真是，这以后啊。阿娇呢？带孩子去了。卫星，不要走，我怕。哎，不要怕，大夫说你是神经衰弱，这是什么时代了，哪还有鬼呢？我去去就回来啊。嗯，卫星，我求你不要走。碧娥，我不相信世上有鬼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清楚。人能吓死人，你懂吗？你是说？我去查一查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我马上就回来陪你啊。看样子准是那个丫头搞的鬼。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不知道您是指的什么。我指的是装鬼。不是我。不是你。不是我，如果我想搞鬼，我也没那么大本事。慧琴，我告诉你，你妈是她自己要死的，没有人逼她，也没有人要害她，她死了，谁也没办法让她复活。我说过的不是我。慧琴，假如说有人该对你妈的死负责任，那就是我，不是别人。你不可以找别人去报复，尤其是纪志，要是吓坏了他，我可绝不饶你啊。真是你，求您让我见你一面。我盼望世间有鬼，我盼望见你一面。妈，妈，妈，你找我？我昨天想了一夜，您说的对。如果说妈的死该负责任的只有您一个人。你想通了，想明白了。是的。从今以后不再装鬼吓人了。爸爸，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我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不是我所能够做得到的。不管怎么说，
你现在已经大了，开始懂事了，家里的事已经成为事实，你就该接受的，都是一家人了。顺便到学校去劝劝你妹妹啊。爸爸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吧。既然责任您一个人负，就不该让人代您受过，听我的，请把他们母子赶走。什么？你要把你阿姨跟你弟弟弄走？你疯了你？爸爸，我是好意。好意？你凭什么？哦，弄了半天你是在恐吓我，要挟我，你要把他们赶走，做梦！爸爸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总有一天你会闹得家破人亡的。畜生！畜生！你居然敢咒我！我告诉你，家破就让他破，人亡就让他亡。我要的是他们母子俩，别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有本事你就闹好了，这个家要是再有一点风吹草动，我就打死你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是旅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嗯，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你说呢，二小姐？头好疼。睡一下，休息休息啊。爸爸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是我累死了。微信。怎么又停电了？姐姐
什么？求求你，求你把孩子还给我。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人，你知道心疼你的孩子，可是我的两个女儿被你逼得无路可走。不是我逼的。你迷惑违心，让他折磨自己的骨肉，多残忍。现在我要让你尝尝孩子被折磨的滋味。妈妈，妈妈，孩子，孩子，妈妈，孩子。卫星，你醒醒啊！碧儿，什么事？有鬼啊！哎呀，这怎么会？有鬼要害季志！哎，你快点！不是好好在房里吗？不，你要去看看他。好好好，我去看看，我去看看。哎。慧琴，妈，孩子，妈，妈，我好想你，孩子。你们吃的苦妈都知道，妈，我们这样下去是有怎么受得了呢？做坏事一定会受天罚的。妈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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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。大小姐，妈，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妈来了。啊，妈，大小姐，妈，你不要紧吧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妈，爸爸，老爷，爸爸，刚才妈来了。少胡说，又来这套。爸爸，是真的。鬼才相信。孙夫人的精神衰弱得太厉害，以致鬼游心起，短时间内恐怕不是药物可以治好的。啊，大夫，那最好是能找个清静的地方给他疗养疗养。好，妈妈，畜生，什么事啊，爸爸？你这个畜生，我打死你！你为什么装神弄鬼吓人，把你阿姨都快吓破胆了啊？承不承认是不是你？你还不承认呢？你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，我打死你！你这好的，你别打了，太不像话了！你这个畜生，不要再打了。老爷，太太死得这么惨，二小姐又离家出走了，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，你就不要再折磨她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少管我！我不是什么东西，我跟太太到你家已经二十几年了，我看着他们长大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骨肉。老爷，你就别再打他，别再打他了，我求求你！哎呀，老爷，我求求你，老爷，我求求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装神弄鬼，我就打死你。大小姐，董长，夫人病好点了吧？大夫刚给她打过针，
要紧。我刚才在门口碰见了医生，据他说，最好让夫人换个清静的地方。我知道，可是，董事长，最近的情势很紧张啊。据说美国的飞机就要来轰炸，日本人逼着老百姓疏散。我看您不如趁这个机会陪着夫人到乡下去住几天。好吧，那你就多照顾一下，我去安排安排。董事长，这方便吗？人都病成